请看讲义第五页，第五页最后的一段，就是第51段啊。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言辞当和，身形当端，动作展示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这一节呢，是教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怎样去修行。这个修行这个名词，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解。行是说的行为，修是修正，我们的行为错误了，赶紧把它修正过来，那么这个叫做修行。行为非常之多，但是总不除身口意这三大类。那么这一段里面呢，也就是从身口意三方面来说。第一个就是意义啊，当自端心啊，心就是我们的念头，这个思想，如果有了错误啊，可以说是一切罪业恶的根源。所以在佛法，无论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都讲求从根本修。这个根本呢，就是心。佛在此地教给我们呢，要端心。端是端正啊，心有不正呢，赶紧把它修正过来。那么说修行，都加上一个自字，可见得这桩事情是别人帮不上忙的，一定要自己努力去克制。才能够真正收到效果。下一句呢，当自端身啊，底下的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耳目都归纳在身业里面，口业造恶最容易，而且呢也造得最多啊，所以有时候把它特别提出来。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身口意啊，这个三意是戒当自断啊。那么修身的标准，佛在此地为我们说出来了，
而且说得很清楚啊，很明白，使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之处啊，时时要检点啊，这个标准就是身心境界。这个境呢，是说的心，戒是说的身啊，这个身体要清洁，心呢要清净啊，这个是总纲领、总目标啊，心一定要清净。那么什么样的心是清净心呢？莫有妄念的心就清净啊。那么诸位要记住，有念皆妄啊。什么叫妄念呢？心里有念头都是妄念啊。无念呢，那就叫正念啊，正念无念啊，心就清净。那么他为什么不标榜无念呢？怕的是我们发生误会，有念是错误了，无念也错了。所以佛法讲的无念呢，无念也没有啊，无有念，无无念。因为有念呢是妄想，无念是无明，都要不得啊，都是错误的。这个无念不太好懂啊。那么因此佛法讲的这个正念呢，是无有念无无念啊，那个念呢就叫正念啊。这个禅宗里面叫做无念，无念是这个意思，无念也没有才叫做无念啊。不是有无相对的那个无啊，有无相对的无啊也是错误的啊。为什么呢？有无相对的无念呢，是什么境界都不知道啊，不知道就是无明嘛。佛法里面讲真正的无念呢，是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清楚啊，这个那就是高明啊。所以它不是无明啊。这是讲啊修心的标准。修身的标准呢，要清洁。这个清洁就是没有垢秽啊，没有污染啊。这个身要有污染就不干净的啊。那我们把这个身体啊洗洗干净是容易的，但是经的意思很深。底下讲叫与善相应，这与恶相应呢，这就染了，就污染了啊。所以底下为我们说得很清楚，物随事欲，事是嗜好，欲是欲望。如果我们的嗜好贪欲不能够舍离，这个身体洗得再干净，佛菩萨看到还是不清净啊，你这个身体还有污染啊。不犯着，
这个住窝，简单的说呢，就是食物啊，身犯煞道淫，口犯恶口，两舌妄语起啊，意里面贪嗔痴，那么这个叫住窝啊。住窝我们不犯，翻过来就是修十善啊，所以说与善相应呢，与十善相应，不犯十恶，颜色当和，这个和佛法里面非常重视，不但佛法重视，世法也非常重视。中国古时候啊，可以说从汉朝一直到前清，治国的最高纲领就是用一个礼，《论语》里面说得好，礼之用何为贵也，所以这个我们看北京的故宫啊，你看到这个主要的建筑物里面啊，我们中国俗话讲啊，金銮殿啊，皇帝这个上朝啊，也就等于说会议啊，这个处所，它名字叫太和殿啊，太和殿后面叫中和殿，中和殿后面叫保和殿，这是皇宫里面三个大的建筑，起名字都叫和，所以从前帝王治国就把这个字牢牢地抓住。俗话常讲，家和万事兴啊，一家和睦，这一家必定兴旺。这个道场和睦，决定是政法注释，这个国家朝野和睦，这个国家一定富强啊，这世界人大家都能和睦相处呢，这世界大同，天下太平，和重要啊。从哪里做起呢？从我们本身做起，言语要柔和，言辞要温和，言辞是表情呢，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表情要温和，言语要柔和，这个非常重要，处事待人接物不可不知的。身形当端，这一句呢尤其是重要，不端呢就不能成就，如果我们要想成就，无论是事法是佛法，要专精，我们在学校读书要专心一个科系，在社会上要专精某一个行业，你才会有成就。佛法里面也不例外，如果说
专攻一部经典，专修一个法门，这个人呢，一生当中决定成就。怕的是他不专，不专学的很多，学的很杂，那成就就有限了。为什么呢？我们的精神、力量、时间分散掉了。所以佛这个专一，在一切经论当中我们常常看到的。菩萨修学六大纲领里面精进，那个精就专了，专精进是进步啊，他才能成。动作展示安定虚伪，古人对于这一方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风度仪表很重视重稳重。现在人对这个不讲求了所以现代这个社会诸位仔细要是冷静去观察，就得每个人心浮气躁，那么在整个社会呢，这个不是好现象不像从前讲求的稳重这个动作展示安定虚伪。这个安定是心心情安定，虚伪就是讲的稳重虚也当作慢不急躁，这是应当要学习的。做事仓促败回在后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急躁匆匆促促匆促急躁。那么现在虽然呢这个学业事业道业不成就，从前人还会后悔呀，现在人不知道后悔，他认为他们想想自己没有过错没有过错，当然他就不后悔了所以佛法的这些教训念多了冷静想一想自己真的从早到晚，从年初一到腊月三十，哪一天不在这里犯过事？实在说，过失自己不知道而已知道自己过失，这就叫觉悟了。佛法里面也常讲哦，开悟了。什么叫开悟啊？知道自己毛病，知道自己过失的人叫开悟，能把自己的毛病过失修正过来叫功夫，某人有功夫这叫修行功夫底下一段广知德本，悟凡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这个四句
也是教导我们修行的大纲领。我们学佛的同学知道，世间法、出世间法，总在一个缘字。这个缘里面呢，有善缘，有恶缘。缘从哪里来的？缘是自己造作的，是自己借的。因此，诸佛菩萨时时刻刻教导我们要存好心，要说好话，要做好事，这就是培植德本，这是福德了，这个人就有福了。不但要知道培植，要广知，广其心量，广其所为呀，那你的福报是既深又大。纵然在诸恶之事，大家的共业不好啊，共业虽然不好啊，你别业里面呢还是享福啊？为什么呢？有福报嘛，福不能不修啊！不修福的人是世间最可怜的人。我们经常常讲啊，可怜悯者。福报里面最真实、最广大、最圆满、最究竟的，就是念佛求生净土。我跟大家讲的这几句话了，字字真实。任何的福报没有比这个更大。这个世间很苦啊，底下这一段就讲啊，饮苦食吐啊，胃肠淋血，世间太苦，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世间希望享受享乐是假的啊，纵然你今天得到一切荣华富贵，那像什么呢？像一个病人呢，打了一针强心剂，让他兴奋一下而已。啊，时间太短暂了啊，就似乎电光啊，转眼就空了。何况在享福里面，免不了造罪业。啊，往往造的罪业，比这个贫穷清寒的人要广得多。所以要知道修福，悟凡道尽，这个尽是禁止不应该做的，
道经下意来说，佛的教诫啊，佛教给我们哪些事不能做，哪些话不能讲，哪一些念头不能生，这个不能不知道。就在这一部经里面，佛就说了很多啊，总要把它记住。广义的来说呢，包括这个世间法律、风俗习惯、人情忌讳，都在这个里面。像这个道场，我今天在这边吃饭，偶然看到后面这个桌子上大概有十几二十张是美国净宗学会的那个会员单子，放在这个后面，这叫道经。这是大错，怎么可以到人家道场来拉信徒呢？哪有这种话？这大错特错啊！不可以，道场当中决定不能拉信徒，决定不能化缘，决定不能散传单。啊，别的道场有什么活动了，到这个地方来撒广告贴传单，不可以的。这都是普通常识啊！啊，哪有这种做法的？啊，特别是讲经的道场，啊，到这个地方来化缘贴传单，这个听经的同学吓到，下次不敢来。你把人家的法缘断掉了，这个罪过多重啊！这都不可以不知道的，都列在道经里，忍辱精进。忍辱是说凡事要忍耐，要精进，不能忍辱就谈不上精进。六度里面忍辱后面接着就是精进，先要能忍，忍的事情呢太多太多了。天然的灾害要忍耐，人与人之间的更要讲求忍耐。大家在一起，我们对于每一个问题看法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如果每一个人都坚固的执着，这个冲突啊就在所不免，那个和睦就谈不到。大家都能够退让一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是天下本无事，退上一步就无事了。所以一定要忍让，要精进，此
慈心转移。慈心是对众生啊，对大众一定要大慈大悲，要能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叫拔苦与乐。今天举世之人最苦的是什么？我们要知道啊，最苦的是迷惑无知啊，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不清楚，不明白，想错了，看错了，说错了，做错了，还要祈求福报，这是最苦啊。我们这一生当中真的是很幸运闻到佛法，闻了佛法之后佛门常讲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分内应该去做的。那么怎样报恩，怎样拯救三途苦？这个三途苦给诸位说，不是地狱恶鬼出生的，他已经变成畜生了，已经做了鬼了，堕了地狱了，我们有什么能力救他？没有能力啊。这个下济三途苦啊，是叫我们看现代的人造了这个业因还没有堕下去，我们可以帮他忙啊，已经堕下去了没法子了啊，说实在话已经堕落下去了，地藏菩萨去渡他都很难啊，何况是我们呢？那么哪些是造三途苦的人呢？贪心重的人，贪心来生就是鬼道去了，做鬼去了。嗔恚心重的人，嗔恚堕地狱啊。愚痴重的人，愚痴是黑白不分，邪正善恶他都搞不清楚，往往都颠倒了，这叫愚痴。愚痴是畜生道的业因。换一句话说，看看眼前这大众贪嗔痴很重的人，那就是三途众生啊，下济三途苦啊，要帮助他们啊，尽心尽力去帮他忙啊，去提醒他，让他自己觉悟，让他回头，这就对了，那就叫做下济三途苦啊，是我们要认真的去做。
这个是大慈悲心。专一是对自己说的，这个一就是净宗里面讲的一心不乱。不但平常自己修行是以一心不乱为宗旨，就是一切时一切处，我们帮助一切大众，我们这个心也不能乱啊，还是在一心不乱里面行大慈悲啊，报恩度苦啊，那就对了啊。如果我们帮助别人，这个心马上就乱了，那你就乖乖地在家里念佛，不要去帮助别人啊，这个不为过啊。为什么呢？你一帮助别人呢，你的心就随着境界转了。说老实话，你今天没有能力帮助人啊，什么时候有能力呢？我接触外面大众啊，心不为境界转了，像楞严经上讲的，若能转境则同如来。你要能转境界，不要被境界所转，才有能力帮助别人。没有这个功夫，先修自己的，先求自成就，自行而后再化他。这个很重要。那么菩萨呢，有的发大心，自己还没有度，先度别人，那是什么人呢？也是自己心地专一，不为境界所转，才可以帮助别人。那自己未度呢？未度是没有成佛啊，那成罗汉成菩萨他有余啊，他就成不了佛就是了，是这样的人啊，绝不是自己随着境界转变那样帮助人的，帮助别人自己还要多三途啊，这个错误。所以经典里面的话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能够错解经义。唯此世间善少恶多，此世间是指娑婆世界，无著卧室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现在这个社会善少啊，造恶的多这个不必多说，我们都清楚都明白，确确实实是这样的。饮苦是毒，饮食是我们六道凡夫不能够缺少的。那么我们今天饮食是什么呢？饮食是苦毒啊，在过去要说这样的话我们还很不容易理解，今天社会上我们看到经上说这话几乎大家都点头了啊，确确实实是如此。印光大师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一定
要吃素啊，素食。为什么呢？不管什么样的肉都有毒啊，这是真的。通常我们一般人在生气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上流出来的汗都有毒啊。在从前妇女生气的时候，这个奶喂孩子奶有毒，往往这个孩子吃了这个奶啊，没有几天死掉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所以嗔恨心是毒啊，嗔恨心一生呢，这个身体啊，每一个部分呢都是毒液。你想想看，这些畜生被人杀的时候，他难道很欢喜很高兴的被你宰杀？不可能的，他没有能力抵抗啊。但是那个嗔恚心到了极处啊，哪有不含毒的道理啊。这个日久天长，你身上累积的这个毒素啊，发作起来就是奇奇怪怪的病症啊。所以病从口入啊，一点都不错啊。你要希望你自己能够健康长寿，你为什么糟蹋你自己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就是素食里面，说实在话也有毒了。那人为的蔬菜里头有农药啊，喷洒农药，所以连吃素啊都是毒啊，你说怎么办？这是什么世界？诸位同修，这个现代交通便捷啊，观光旅游很发达，你们要能够到大陆上啊去观光旅游，吃大陆上这个青菜啊，你会觉得跟我们这里青菜不一样，那个青菜的味道特别的鲜美。原因是什么呢？大陆上没有农药，哎，那个菜的样子不好看，味道真的很美啊。所以大陆人很苦啊，哎，个个都长寿啊。什么原因呢？他没有吃毒啊。啊，我们这里奇奇怪怪的病比大陆上多啊，寿命没有他们长。什么原因呢？天天在饮苦嗜毒，就干这个事情干坏了，胃肠淋喜。要知道底下一节，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这佛劝勉我们，我们自己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一定要告诉别人。希望呢，每一个人都得到佛法的利益。
在过去，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上海举办了一次护国习斋法会，请印祖啊去主持。今天呢，不只是一国了，今天是全世界了，所以我们不能不发起啊护世消灾法会呀！我们要护这个地球啊，要护这个世界呀！我们这次巴拉斯的福气就是这个性质。印祖说得很明白，怎样才能护国呢？怎样才能够息灾呢？念佛吃素，人人都吃素，人人都念佛，灾难自然息，国家自然护。我们把这个推广到全世界，我们护世消灾，还是印祖这两句话，念佛吃素啊！他老人家把念佛吃素这四个字讲得很透彻，在这个护国息灾法会法语上，他们一天有一个时间的开始，那么记录有一个小册子流通，是我们不可以不读的。这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利益转向教育。一家眷属朋友，我们希望自己好，当然希望一家人都好，希望我们的亲朋好友个个都好，这就是有责任要把佛法的功德利益传授给他们。那么现在传授的方法比从前多了，经书善书很容易得到，所费无几呀！何况现在还有录音带，录音带不喜欢看书的可以听嘛。现代人的福报比古人大古时候印刷书不发达民国初年以前多半还是在木刻版的那个时代那个书的成本很高数量很少哪有现在这么方便。我们明白这些事实，就应当利用现在科技的方便来尽量的帮助大众，所以我就想到，我们今天自己的目标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专一
我们对社会大众的目标，不要希望这些人也都跟我一样老实念佛求生净土，那是办不到的呀。啊，为什么办不到呢？这《无量寿经》上讲得非常清楚。啊，那个经文我没有摘录。啊，我们要晓得，举世之人期望的是什么？都希望自己这一生过得很幸福，家庭美满，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啊，不管是中国外国，哪一个人不求这些呢？这些到哪里去求呢？刚才就讲了，除非人人都觉悟啊，都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那这个目标通通都实现了，都达到了。我们以这个目标来做济世的事业就对了。古圣先贤的教训太多太多了，散在一切书本里面的。那么这些书本不仅是中国的，西方古今的圣哲也不少啊。这些典籍我们今天哪有时间去读它呢？哪有时间去看呢？所以我就想了，如果能够有一批人发心，把中国外国的这些圣哲对于这一方面的教训，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方式，一段一段把它摘录出来，印成一册，流通全世界，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读，都能够理解，都能够奉行，世界和平，天下大同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了。这个就是转向教育啊，我们应该努力来做这个工作。自相悦解，和顺义理，这是彼此互相的勉励，越是越俗，简是简点啊，简点就是我们佛法常常讲的反省忏悔的意思。约束就是持戒啊，持戒忏悔，我们自己见不到的过失，朋友见到了，别人见到了，真的好朋友他要告诉我，要提醒他，见不到的我见到了，我要帮助他，提醒他，这就是自相悦解，和顺义理啊，和顺要本于义理，可见得他不是感情用事，它是理性的，
我们今天讲理智啊，而非感情，这就对了。欢乐慈孝，这是对于父母啊，做儿女的对父母啊要孝顺，做父母对儿女要慈爱啊，在一家欢乐啊，这是基础，这是根本。由家庭推展呢，就是社会，社会的推展就是国家，国家再一推展呢，这就是整个世界啊。所以要晓得这个幸福欢乐的根本呢，在家庭。所作如饭，则自悔过；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如果我们思想、见解、言语、行为，要是犯了过失了，就应当悔过。啊，怎么样才叫做悔过呢？我们佛法里面讲忏悔呀，啊，是不是在佛菩萨面前，啊，烧一炷香，在那里磕几个头，祷告一下，我今天做错事情，希望佛菩萨原谅我，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这个没用处，啊，你做再多的事情，佛菩萨才不管你。佛菩萨要操这个心啊，那他比我们还苦啊，他操不完这个心啊。啊，这个真正的忏悔就是底下讲的改过自新，这是真忏悔啊。去恶就善，朝闻夕改，这个叫真正悔过，真正的忏悔，可见得不在形式啊！啊，形式是对自己警惕而已，啊，提高自己的警觉，啊，这是真正忏悔。改往修来，习心易行，自然感降所愿。真的啊，佛门当中常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这个幕后就是，你的愿望都能够达成，都能够满愿，那就是有求必应的。到哪里去求呢？前面的两句就是叫你求的方法，是不是啊？你只要是如理的求，如法的求，没有求不到的。你想想看，我们凡夫求成佛都能成佛，这多难啊！那佛以下的，他这鸡毛蒜皮啊，哪有求不到的？你今天求不到，是你啊不合理，不合法啊，不合理不合法了，那当然求不到了啊。如理如法，有求必应。